你妈妈来接你啦。啊，我妈妈来接我啦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妈，你咋的啦？不高兴呢？妈妈觉得对不起你，你的同学每天都有车接车送，咱家只能骑这个破倒骑驴天天接你送。哎呦，妈妈你开心点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坐什么车都无所谓。不离不弃。好啦。开心心的，咱们俩拍个视频，行不行？你要是不高兴，我告诉你，我可给你妈打电话了，我真打啊！哎，亲爱的，最近搁家一点都不听话呀？不行，别吵了。听话了啊，听话，那你好好笑一个。